就这么把吴振峰放了，是不是太着急了？吴振峰的行踪，你不要操心。我，帮我查一下吴振峰他现在的位置。陈宇，别让我犯纪律啊！你找吴振峰干嘛呀？不是说了吗？案子多查不过来。你赶紧的。你是不是又要犯错？我是跟着吴振峰到这儿的。吴振峰带着万萌萌跑了。奥利根。 吴振峰抢劫你不叫走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杀何行动？陈宇为什么会在那儿？你为什么不先汇报？